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一直都在这里啊。我现在在哪里？你房间呢？我躺多久了？一直躺到天亮啊。哦，头脑好乱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Boss 悲壮地喝下两杯酒，接着突然炯炯有神地向前凝视，接着往后一躺，不省人事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报告完毕。所以我一直在房间里面没有出去。嗯，一直在房间睡到天亮。Boss， 您在想什么？搜寻亲吻。亲吻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是人们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，亲吻也是表达爱意的一种行为。根据研究，亲吻也可能具备嗅取荷尔蒙的原始生物意义。接吻一次可以燃烧2-3卡路里。好了好了。Boss， 您怎么突然对凡人的七情六欲感兴趣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十点了。Boss， 已经这么晚了。啊 ，Boss， 刚刚您电话响了很多声，应该是夏天请找你。哎，你看吧，跟李白没什么两样。我只能说，想搞懂喝酒，反而带给我更多的疑惑。喝酒醉的感觉是真的蛮不舒服的，但是呢，在喝酒醉之前的微醺是蛮好的。什么是微醺？而且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蛮好的？你没有感觉到微醺？那你是怎么喝的？跟我说说看。我就喝了两杯，然后就做了个梦。啊？你喝了两杯就醉倒了，还做了个梦？那，你梦到什么？总是喝醉酒让人受罪，我真的搞不懂你最近为什么要把自己喝到晕倒。哎呦，就跟你说那件事情很丢脸，你不要再提了嘛。我就那时候真的太累了，然后恋恋甜茶计划又告一段落，所以一放松就不小心喝醉了。你这样以后，我不敢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了。那个你不用想那么多啦，我是在饭店喝，又是跟学长，不会有事的啦。既然你学长对你这么好，后续你就找他帮你吧。不可以，你是我的特助。好啦好啦，你过来过来，来来来，给你坐给你坐，来这边给你坐哈。我呢，来帮你舒缓舒缓一下。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跟关心我，我答应你，我下次不会喝那么醉了。谢谢你。
啊。对不起，我按太大力了。没事。